请问师傅，就是手指甲那个凹凸不平啊，它有一棱一棱的，这个有什么说法吗？是缺身体不好呀，血液循环不好呀，这不懂啊，这种人们睡眠不好啊，不懂啊。哦，那他需要是要多喝水。血液循环不好的话，血凝度比较高。嗯，